飘过 TV， 杏子的配口收藏室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哈日杏子，欢迎收看杏子的配口收藏室。好久没有在这个单元跟大家见面喽。今天呢，想要介绍一个蛮特别的收藏品。其实呢，这个东西在去年就已经推出了哦。不过杏子呢，到今年的一月才入手哦。就是这一套迷你迷你佩可奖复刻版食玩哦。好，相信喜欢佩可奖的铁粉们应该都知道哦。2020年是佩可奖诞生70周年，对不对？在去年呢，就有非常多纪念商品上市哦。那杏子要介绍这一套呢，也是针对庆祝它诞生70周年而特别推出的哦。这一套迷你迷你佩可奖食玩系列呢，在很久前就有推出过了。那它上面有多了一个复刻版的字样哦。它的旁边呢，还有介绍，就是这一次总共有八种娃娃哦。佩可二家的官网呢，竟然有卖整套的，也就是一次可以买八盒哦。这样一次买八盒，是不是很赞呢？不用一盒一盒去收集。我记得在很久以前呢，杏子曾经买过这个系列哦。然后我记得我是在超市买的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是一盒一盒试手气。像这样子一次可以买到八盒呢，真的是很开心哎。这八盒里面呢，应该有这八种才对哦。那第八种呢，好像是一个问号哦。第八种是神秘款，有三种颜色，不晓得杏子会抽到哪个颜色。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开箱吧。每次开这种盒子啊，杏子都舍不得从上面开，因为上面很可爱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一个盒子里面呢，就是有一个玩具跟一个糖果。这个是艺伎款的，听说这一套呢，它有把之前推出过的款式再重新上色，也就是新的颜色，所以其实买的呢是不会有重复的花色。好，第一个拿到的是这个艺伎款，这个好像是荷兰的佩可奖，我现在就把它全部拆开来好了。这个呢是三帕巫女佩可奖，哇哦，佩可奖出现了。这应该是英国士兵的 Poco 奖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买这一套哦？觉得这个食玩小小的啊，其实蛮可爱的。这个是厨师的 Poco 奖，哇，太空人 Poco 奖，哇，好紧张哦，剩下最后两个。这一款呢，这个我要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拿着生日蛋糕的 Poco 奖，但它上面写着70周年，这应该是第八款哎。第八款到底是什么呢？哇，佩可奖手上拿的星星呢，就写着70。我以前买这种食玩呢，都是舍不得把袋子拆掉，都不会去吃它，想要完整的把它保留起来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哦。第一个它这边是写 Made of 佩可奖，可是我怎么看呢，都觉得它这个造型很像是荷兰的传统服饰哎。佩可奖还戴一个尖尖的帽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 Made of 佩可奖。好，再来看二号呢，就是英国士兵的 Poco 奖，超可爱的英国士兵 Poco 奖，给他一个特写。好，那三号是巫女 Poco， 我觉得 Poco 奖他穿这个和服也蛮好看的。巫女 Poco 奖有没有看到他手上的这个会马？而且他头上有戴一个那个很漂亮的头饰。看一下鞋子好了，他其实下面还有穿这个木屐。第四个呢是五 G 佩可，五 G 的和服呢颜色都比较鲜艳一点。五 G 佩可，五 G 的腰带啊都很长很漂亮，然后头上有很多装饰。五 G 的特征就是他穿着高高的厚底鞋，日文是念作 Okobo。第五个呢是厨师 Pico， 还拿一个平底锅，超可爱的。Pico 讲会煮菜吗？很好奇。好，看一下，这个是厨师的 Pico 酱。大家好，我是厨师 Pico， 我最会煮的就是牛奶糖。他的围裙是红色，超好看的。然后后面其实他穿长裤，哎，好可爱哦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餐厅用餐，欢迎光临。再来是这个太空人 Pico 酱，他后面背的那个氧气筒竟然还写着富吉亚不二家，好可爱哦。太空人佩可奖，然后看一下，噔噔，有写富吉亚，有那个不二家的 mark，
上太空也要喝牛奶，吃牛奶糖啊。第七个就是蛋糕店的店员 Pico 酱，好可爱哦！他是穿粉红色的洋装，而且他蛋糕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就是草莓奶油蛋糕，上面有写70周年。欢迎大家来买蛋糕哦！后面是很可爱的蝴蝶结。最后这个呢，就是神秘馆的 Pico 酱，70周年纪念，所以他拿的星星上面是写的70。再看一下后面，这款很特别哦，它的蝴蝶结也是蓝色的。好，在这边呢，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以前的收藏品哦，噔噔，是不是很像呢？这一套也是迷你 Pico 奖食玩系列哦。那刚才出现的巫女啊，还有蛋糕店的店员，其实这边都有，只是上面写的字呢都不太一样。刚才那个特别款不是写70周年吗？大家再回味一下。那其实杏子以前有买过50周年的。这样看起来才知道，说原来我已经收藏 Pico 有20年了。不会吧，我20年前就开始收集了耶，我自己都吓一跳，自己都忘记了。接下来可能要收藏100周年的，100周年还有30年。然后刚才那个蛋糕店的店员，他手上拿的是写着70周年纪念，对不对？可是20年前的款式呢，它上面就是写着生日快乐而已，Happy Birthday。20年前的巫女款，2020年版本的。其实他们有一些微妙的不同之处哦。那首先是会码上面写的字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其实他们衣服上的图案也不太一样诶。像这个新的啊，它这边是有好像一只，这是凤凰吗？我刚刚又找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了。2020年版本的巫女 Pico 呢，她手上拿这个破魔石呢，是有涂上红色的哦。那这个是20年前的，大家喜欢哪一款呢？这一套呢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，主要是它上面有写70啊，所以就是纪念价值非常的高哦。这一套复刻版的迷你 Pico 奖，大家喜欢吗？现在台湾好像也有卖了，赶快去买哦！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8个 Pico 奖可爱的照片吧。感谢收看，欢迎订阅杏子频道哦。ここチャンネル登録してね。